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酷无手里剑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展开，把一个角折向中心点，再次往里折，旋转一下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折向中心点，再次往里折，穿到背面，沿中间的点把这个往里折，这个折痕对齐，展开，再沿这个点把这一侧往里折，这个折痕对齐，展开，翻到背面，按照折痕把它收到一起，把这个角往上折，翻过来，把这个掀开一下，这个小角往上折，上面的角往里折，对齐中间的折痕，然后再次往里折，把这个翻过来，这一侧也一样，这个小角往上折，上面的角往里折，再次往里折，把这个分开，外侧的边往里折，再次往里折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往里折，再次往里折，下面的角往上折，大概折到这个斜线这里，压好，一共折4个，最后把它们组合到一起，把一个压住一个，下一个，这个穿过去，从这里穿回来，调整一下，把它收紧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